高雄蚵仔寮的外海，将是罕见出现鱼头海鸥。不过，因的动作看起来算是真反常。渔船也是发觉引起河网啊颠条嘞，才赶紧通报海巡。海鸥仔因为是较细只，家己弄出来，也那是伊的妈妈是靠渔船啊斗三工，嘛已经把网啊透开。专家是认为，讲这鱼头海鸥罕见出现伫咱的西部海域，可能是甲丰泰海流有关联。海面上远远看到海鸥真只啦，从头探出水面喘气。高雄一只渔船，初二下晡五点外，经过蚵仔寮外海大约两里处，就看到两只领航鲸伫海面起起伏伏。我过看才发现，因的尾啊和鱼网啊颠条的。高雄西边海域鲸类很少，海豚之类较多。开过去的时候，刚好看到一个黑色的东西在那边直上直下的摆灯，转过去看看是什么，才会发现说是领航鲸。经过目测，第一只领航鲸体长大约两公尺，因为体型较小，真紧就搭伫拖困。第二只体长伫三到四公尺之间，但会使靠人为解救。专家判断，这对领航鲸可能是母仔仔，无排除是风台因素，让因真罕见的出现伫西部海域。领航鲸是比较属于深潜型。可能比较不能排除是台风。第二个地点是在高雄离岸往外海拉的话，大概不到十海里，应该其实那个深度就很深了，就破100公尺。到底是台风影响在那边拘留，还是暂时找一个地方，真的比较难判断。看到海鸥渐渐无体力，但天色变暗，加上受困的部位是开力较大的尾啊，拢增加救援的难度甲风险。加在渔船人员伫海巡的协助之下，用绳啊勾起海鸥的尾啊，将渔网扔落来，才让海鸥脱困，结束这场海上危难。记者陈环武、柯正准高雄报道。